在影片开始前，不要忘记按下你的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开启全部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影片吧。大家好，九桃欢迎我频道。那今天这一集呢，非常有趣的，我们要来跟小叔玩球啦。那我自己用报纸呢做了一颗球，不知道小叔会不会跟我玩啊？可以偷看一下，他竟然在玩水。小叔啊，自己偷偷在玩水哦。啊，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看一下小叔究竟看到球这种东西他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跟我玩？他现在已经过来了，我们出去跟他玩吧 ，Go！好了，我们现在呢，先暂时呢来看一下小叔呢看到球的反应啊。你玩的全身湿哒哒的啊、如果他会跟我玩的话，再带他去顶楼的部分跟他好好的玩一下，因为这边实在都太多他的大便了，我怕那个球很快就被我们凝虐到变成咖啡色的、啊。小叔过来，能跟我玩球吗？为什么？会怕？会怕吗？很困呢，你会怕球吗？没什么，你会怕、啊？撞他，给我，撞他。嗯，闻闻看哦，没有味道啊，撞他一下。别动，别动。没兴趣，没兴趣哦。你滚。有兴趣哦。你滚哦。不要怕，转圈圈。你一直想要吃哦，它没有味道啊。我想滚，追它追它。哎呦，你喜欢球球、哦？你咬它嘞，不能吃啊！你好笨哦，小叔不能吃的。这么喜欢球球、啊，可是他不能吃哎、欸。对对，来对，去去找球。你太可爱了吧！哎呀，滚！他不能吃哎、欸。老师过来，过来球球。玩球球有，有红萝卜可以吃哦。撞它一下就有红萝卜，等于你已经看到我的红萝卜了。球球上面有红萝卜，被你发现了。要不要追？在这里，在这里，这里，小树，小树要去哪了？小树，喂，球在这里耶，先让他呢习惯球上面有红萝卜，看他等一下会不会去找。上面，没看到。又在找、哦，掉了，红萝卜掉了，掉到地上了，兴趣已经用完了，是不是？咬两口之后不能吃就不玩。干嘛一直想找我啦？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啊。小叔，不然抱抱。非常的可惜啦，一开始小叔好像还有一点点兴趣，到后面就完全不玩啦。别一直挤我的脚哦。好，那今天就是一个小小跟小叔的互动啦、啊。
那接下来应该也会用比较多这种方式呢，多用不同种的东西去跟他玩。那由于现在疫情的期间呢，没办法带小叔出去玩，不然实在非常想带小叔多出去走走。那之后也一定会带小叔到处去走走。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不要忘记分享并订阅，可以打开右转小铃铛，找到发布的通知哦。喜欢小叔的朋友，记得按个赞订阅，多多支持哦，拜拜。